Thanks。曾经已经变成曾经。Oh, good morning。哎，继续怎样？继续怎样？你哥哥 girl。好了，我们今天开始喝点 pro， 肯定要做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我要跟我认识最新的朋友 say hello。Hey, Alisa， how you doing？ I'm great。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makes people happy。For me, it's the little things。Wi-Fi and good conversation。Switch the bedroom light on。Oh, that's my girl. Okay. You did a good job, huh? Huh? Can you rap? My name is Alexa, and I'm here to say I'm the baddest AI in the cloud today. I love you. I'm flattered. Thank you. Will you marry me? I think that would somehow violate the laws of robotics. 为什么？我单身那么久，我找到我的对象，他居然。会怎样？我是真心的 ，Alisa， I love you. Thanks. It's good to be appreciated. So you just brought the appreciate and you say nothing, Alisa. What's the weather today? Right now in London, it's 47 degrees with cloudy skies. Today's forecast has lots of clouds, with a high of 49 Thank degrees、you. and a low、Shut. of 36 degrees. Back off. 你就听到我们刚刚。Alexa 说我们在 London， 所以我们这个 floor 就看一看 London 有什么好看的吧。棒棒棒！今天我们来到 Airbnb， 要介绍这里吗？好，你们直接去 WeWork 的。看，你这影片不是介绍这个住宿的，但是我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Alexa， 好，刚刚已经介绍完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时候11:30。It's so creepy. Mm-hmm. 好了，我们现在不说那么多，现在就去吃东西，拜拜。我们现在就来到 Fancy Crab， 你看英国的天气，希望它很 fancy 哦。在 Glasgow 伦敦都是怎样？蓝天白云。好，我们现在就进去看有多 fancy 哦。啊！紧张了，紧张了！快看这个，感觉就很棒啊啊啊 ！What a cake！ 我们拍啦！我们就在这个伦敦的巴士上面，跟香港有什么分别？香港全部都是前面上车的，但是在这里后面、中间、前面都会上车。打滚一下以后，现在来到我的 hostel。没有住过 hostel 的人，这个要说一说 hostel 跟 hotel 差很远。第一个分别就是没有一个 private room 啊，然后就跟人家一起睡。然后第二个是有一些 hostel 的是要自己铺这个床单。哦，老实说，我住过很多 hostel， 我还是比较喜欢高冷早点。这次爬进去全部在尘，英国应该没有那些吧，在日本有，在香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些便宜又舒服，这个也是很便宜的，在伦敦找到11镑。我现在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一个人在伦敦走了50多分钟走到这里，为什么我的人生都是排队啊？我在想丢进去的时候他居然给我这个，他跟我说8:30关门，现在7点钟，8:30有没有那么好吃啊？其实他还在想等不等的时候，有几个人过来就是说哦，关门了，然后他跟我说我很幸运。好吧，等一等吧，希望我们等一下进去可以有很正宗的 ramen， 因为我是超级喜欢吃 ramen 的人。等了半个小时，应该有20多个人已经看到这个牌直接跑走了。我是超级喜欢 Japanese food， ramen、 sushi、 饺子，那个 waitress 是 Japanese。等了45分钟，终于进去了。我刚刚在数，我超级夸张。我数他 maximum 可以坐多少个人，然后这里坐23个人。很多很好的店都是怎样，小小的，不是要赚你很多很多钱，要开到超级大，反而他是要做一个很精准、很好味道。就是好像刚刚看这个 menu， 没有很多选择，但是他就是 focus 是做一个 100%， 做一个很棒的食物。所以有时候 less is more。我不客气，いただきます。お前ら。说了自己那么喜欢吃拉面 ，extra portion 是肯定要的。哦，这什么 desk 的，就是那么简单。终于啊，
好吃，很值得吃哦。我觉得在英国，老实说 ，Glasgow 跟 London 比的话 ，London 来说了。好像这些找到一个超级好吃的 ramen， 什么不好的是我觉得跟香港一样超级多人的逛街哦，全部都是人，跟 Glasgow 不一样，就是很简单很放松的地方，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就是去一个地方至少不用40分钟然后挤在地铁的那边，所以我还是喜欢 Glasgow。看到这里就是 Oxford Street， Oxford Street 基本上就是 London 买东西的地方，全部都是名店 Gucci River Island 还有什么 Apple， 但是还是有一个我不习惯，连英国的 Capital London 他们的店很早关门，8:30耶，我打算走一走看一看有什么买啊，看一看随便走一走，全部店关完，所以天黑之前下午的时候出去买东西，晚上的时候就回家，因为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东西。哎 ，Moose， 怎么了？为什么全部店都关门，还是有那么多人呢 ？Window shopping 吗 ？Window shopping，window shopping， 不是不买东西而已啊？对啊，只是看那个 window shopping 啊，烂。Finally, we found something practical to see. What's that? It's 有到聖誕，有到聖誕，今個聖誕有冇下到個聖誕？點樣唱呢？下個聖誕有冇今年咁嘆 ？Christmas market. Here we are. 说到 Christmas market， 曾经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故事，但是曾经已经变成曾经那个。告诉你哦，你觉得真的有吗？你猜猜哦。The National Gallery 里面有 Vincent Van Gogh 的 Sunflower。我那个时候看完以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梵高的塔尔巴，看完以后我花了15分钟看，只是看那个，然后我发现。我什么都看不出来，所以我真的不是一个很 artistic 的人，但是 artistic 这些东西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就在里面买了一个画放在自己的家里 National Gallery， 就是好像你们常常拍戏看到的 artistic 的东西我真的不会。 Damn, this market seems much bigger. Look at that. Especially with London Eye. 为什么不是蓝色的？好像有 party 哦，我们现在下去看看。每次看到他们努力的溜踩滑板啊，同一件事为了拍一个影片都是做一个 trick， 我也觉得很有动力，我觉得他们是超有动力的，因为他们做就好像你刚刚看到这样，他是失败，在我拍之前还有更多次的失败，是不是没有人看到他自己知道，我还看到他倒下来然后再起来再做，然后他的朋友在旁边拍，我只是站在那边一下子肯定只是看他10次10几次，我不知道有没有20次，超级厉害耶，他花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练做同一个 trick， 做完以后 post on Instagram， 人家可能只是10秒看一眼，哦好厉害哦，然后就没有了。但是我的最重要的是不需要管人家觉得怎样，我相信他做到那个 trick， 他得到的那个不是人家跟他说哦很屌哦也很酷哦，
他得到的是自己有一个 self achievement。所以我觉得做每一件事都是这样，有 passion 跟 effort， 努力每一次去做。真正的成功不是人家看你，嗯，赚好多钱哦，嗯，很有名哦，不是那些叫成功。我觉得是你真正做到一件事，你自己的心觉得，嗯，我做到了，那个才是成功。所以 that's the road。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影片吗，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smash the subscribe button， smash the like button， share to your friends。 所以下一个影片见。Can you be my girlfriend? I like you as a friend. 终于有女生跟我告白了。